买贵了吧，后悔了吧，哥姐姐，我就上去再等等，再等等，你们偏是不听。就咱家这个老北京的艾草足贴啊，谁是花7.9买的50天，那您可能是买贵了啊。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一下老弟这个链接都给你卷到什么价格了。现在呢，厂家为了冲刺7月份的销量排行榜，直接给咱一卷到底，卷到了 6.9， 现在呢是 6.9 的价格啊，整整包邮50包这个艾草足贴。哥姐们啊，夏天到了，咱一定把这个老北京足贴啊贴起来，我贴你们也贴啊，咱们每天坚持贴。它里面呢是有一包胶布，还有一包足贴啊，而且呢厂家特别贴心，给咱配备了说明书，咱收到货之后呢不会贴的啊，照这个步骤啊贴就 OK 了。足贴呢很好贴，而且呢非常容易坚持啊，给哥姐们演示一下它是怎么贴的啊。它这个呢是足贴，一包呢是有2贴啊，一个脚丫子上一个。这个呢是胶布，胶布后面呢有一张纸啊，撕下这张纸，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把脚丫子洗干净了啊，有字的这边啊贴到这个胶布上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小的胶布啊，再撕下来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贴到这个脚掌中心啊，脚掌中心，特别牢固啊，一大早呢你就会有惊奇的发现。特别是像夏天啊，咱爱吃冰棍，爱吃冷饮，爱吹空调，湿湿气气重的哥姐们啊，咱一定把这个老北京足贴贴起来，长期坚持下去啊，真的老好了。咱家这个老北京足贴呢没有那个繁琐的包装啊，它就是把重心啊全都给咱用到产品上面了。关键呢今天的价格啊也是便宜到姥姥家了，9.9不要，8.8不花，直接给咱卷到了6.9啊，包邮50天。趁着这活动呢咱赶紧去拍一单啊，6.9的价格整整包邮50天啊，真的太划算了。